为了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同时达到治疗的目标，加诺萨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在2015年重新开幕。在中心里面有全新的装修，并且引入了最先进的血液透析机 GamePro Artist Dialysis Machines 和中央净水处理系统 GamePro Central Water Treatment System。经过净水处理系统出来的水质达到超纯净的最高级别，可以用作为血液透析治疗和血液透析过滤治疗。我们中心全面采用了最安全可靠的热能消毒，绝对没有残留化学消毒剂的风险，加上配合血液透析机里面各种精密的功能，例如血红素感应器、血容量传感器、自动调节超滤率和钠的数值等等，令到整个血液透析过程更加有效和安全。为了配合不同病人的需要，我们的中心特别设有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带菌肾病患者专用的血液透析机，可以用作分机的治疗，以防止交叉感染。同时我们也有高通透性透析器，适合常规血液透析和血液透析过滤治疗。除此之外，我们中心也同时为本地和境外的人士提供血液透析服务。我们的中心是由肾科医生和经认证的肾科护士组成的优秀团队管理。我们一向严格遵守品质保证的规程，符合卫生条件的标准，并且一直遵守最新的感染控制准则。我们医院的血液透析部希望为末期肾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透析服务。加诺萨医院以患者为中心是我们员工秉承的原则。